摘香蕉。我们准备要回家，你看，哇，月亮都出来了耶。哦。那是月球啦。月亮快要变成圆形的了。哇，它躲到云里面去睡觉了。嗯、啊。呵呵呵，不然这样子可以重做，就这样，你可以这样子，要抓住哈，哦，又坏掉了，对呀、啊，怎么都坏掉了，对啊，好奇怪，绳子，那这个绳子就可以拉，都坏掉，这。好，走了。你要拉绳子吗？这样子拉着，拉住爬上去。想到我在弄陀螺，我要开始。哇塞，耶！哇，又要爬这个了。哦哦，哦哦哦哦，危险哦，撞到了哦。哇，那里面有人吗？哇，哇，旁边休息一下。哦，依依要慢慢的哦，刚刚那个哥也撞到耳朵了。哦。